啊！一对一对，主播可以带友飞啊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等等，可以跟主播单挑吗？你要跟我单挑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傻眼吗？你要用小青吗？比你强都你学生。比我强都我学生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老师就能拿世界冠军了，他还来当老师干嘛？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，你们知道吗？好吧。皇帝对于主播目前表现意见如何？超棒，我先帮他回答了，超棒。可以带我飞吗？我想开气话。OK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喂，有人在吗？有，我开全屏了，我开全屏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完蛋了！我想，哈，这是你给我表演说话，真假的？你装熟吗？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哎、欸。来，我们看聊天室刷什么，好不好？聊天室刷什么，我回答什么，好吗？来来来，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头衔太大了。电竞教父抖音代飞，这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吧？这把可以赢了吧？这把怎么说？这把怎么说？可以认真的秀一波了，真的，好吗？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人能弄到我吧？以前好不好？刚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最喜欢玩莫兰，最喜欢玩莫兰，兄弟们。这把解除封印了，我直接把我的散热器关掉，拔掉，好不好？把我的充电器拔掉，好不好？给你们展示一波什么叫真正的解封，好不好？莫拉也是一只解封脚 ，OK 吧？好不好？非常的吻合，各位。什么放 A 5牛啊？哪有那么高级啊？又不是要对决。究竟是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有人要死？可以吗？撑得住吗？我来了。OK OK。来来来。来来，洗一波。哦，我们再吃个灵鸟，好不好？开开心心的，各位。来。可抵山海。来来来来，我直接靠制裁好不好？我来了，兄弟们，直接表演一波。哇塞，主播，我的天哪！有看到吧？好吧，这才是解封过后我的样子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吧，直接一个解除封印，好不好？勇于天凯，勇于天凯，不是啊！我的蓝怎么不见了、啊？天下真剑，斩落红尘。我那么领域展开一下，我的蓝就不见了、啊。被偷啦、啊！臭小偷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有有有！逆伐苍天！你刚刚的大招我看到，秀兰，没有开玩笑。其实我没看到。这场感觉又要躺了。怎么又要躺了？来，斩落红尘。我先刷一波大的。主播又要开秀了。真的，我又要开秀了。你这句话讲对了，兄弟们，这句话讲对了，好吗？我又要开秀了，好吧？来。哎、欸，他们好像……好，没事。吾有一剑，哈哈！进攻敌方蓝大，进攻敌方蓝大。OK， 他们要开送了。防线消失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拔塔，兄弟们，这波塔可以拔。好啦，主播，我要上一下课了。OK OK，、欸、上课加油、欸、不要再偷玩手机了哎、欸，等一下你被老师抓到，我保不了你哦、喔。肯定的，好不好？想要蓝随便，宁愿给自己人，也不要给对面，好吗？注意我方防御塔。OK， 随便。OK， 完了，兄弟们，我好像要死了。完了！小心敌方在草丛。啊！你别过来！没事，我没死。OK， 维持着一个001的战绩，还行。墙？怎么那个墙怎么那么厚啊？小
新地图打野真的有到狗都不玩吗？你们，我跟你们讲好不好？新地图打野最强的是哪几只，好不好？那种什么绮罗啦、潘音啦，完了 ，OK， 没事。啊，我家的蓝怎么又不见了？左可是我义父义母的亲兄弟。哎，算了，这不可以呀、啊，兄弟们。虎木身上啊？我方凯撒路是吗？没有吧？不是对面的吧？你不是说要给？我要给啊，对啊，哦，哦他真的拿了，这假的，他真的拿了。你家的蓝在虎木身上？是啊，我还以为他只是客气，随便跟我开玩笑而已。但没关系啊，但没关系，兄弟们。哇，这个上面应该是稳掉了，我们吃个，我觉得中路也要推进去，中路推进去，我们再吃龙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花生升级变黄金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看到对面的蓝了，要出生了，哦，我们先进去，好不好？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不是这个名号太大，我担当不起，好吗？我只是个小丑主播。主播是薪水小偷。我什么？我薪水小偷啊？中路会穷。这一剑逆伐苍天，我哪有薪水小偷？跟你讲，我做事好不好？你放心，真的。早安。上光魔龙。就这样跟你们说了啊，这把不是啊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他们好强哦，他们几个人而已就把对面打残了。感觉这把图伦伤害应该是最高的。他这么凶的吗？斩落红尘。啊，跟你们说啊，顺风的莫拉是无敌的，各位。曾经的猛兽落幕。疯狂的刷，一直刷。刷不停。我想看的血流成河，可以教我剪吗？不是剪头这种事情是需要天分的，好吗？你要精准的算到对面的血量跟你们这边好不好？跟你们对的任何的招式好吗？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剪头也是一门学问，好吗？它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达成，好吗？好不好？你不要看好像我剪头都剪得很轻松，但其实我都是有在计算的，可以吧？来，开始撤退。他们都在上面啊，各位，等一下。图伦可是我义父义母的亲兄弟。现在就是比消耗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教训他。这一剑斩落。先刷一下好不好？示威一下，各位。好，如果我们继续在这边坚持的话，我们另一边就是继续带，好不好？最简单的方式，好不好？拉！等一下，没刷了。兵线。哎，里面有没有人？主播去帮皮皮抓羊好吗？死了！三高地！有料吗？可以三高地吗？就是凯撒清兵，好像不太行。上边是不是被清光了？鉴定还原。完了，我刷空气，兄弟们。主播，你可以鸣叫吗？不行啊！前面队友开秀，主播该你一波神操作了。OK， 我把兔子刷惨了，各位，好吗？元神启动，好好玩。再吃了，兄弟们！凯撒正在被攻击。小老鼠没办法，他还没想好要用什么搞他，就先拿掉了。知道！我操！我制裁到了，兄弟们！一波！小射手，对面感觉不强。一波了！碎呀！你们看到吗？关键制裁好吗？帅烂，真的帅烂，各位，真的秀烂了，各位，好吗？我还是那种关键时刻，有没有感觉到了吧？你们感觉到了吧？好不好？我还是会做事的，好吗？有吧，各位。
漂亮，真的漂亮，连凯撒也剪，好不好？我的队友，真的差点是只靠队友，连凯撒也剪，也剪。最后的功用强凯撒。什么鬼呀、啊？怎么我的功用只有强凯撒讲？你们讲话这样对吗？好，欸，其实我老实说啦，这是皇帝啊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皇帝强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你看对面其实拿的是什么？他拿的是令月，对面拿的是青燕，对面拿的是奇尔，对面拿的是皮皮，他其实超难进场的。我说实在的，你们自己有在玩图伦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图伦这把遇到对面的组合超难进场的。他还没看到人，他其实头就会先破掉了。他这样子还有办法拿个27%的输出，那就会可以证明他的实力，懂我意思吗？你们有看懂吗？我是以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讲，你们懂吗？我是以一个专业，好不好？你叫职业选手来看，他们也是会跟你讲一样的话，你信吗？真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笑场，我没有笑场。Yes.